团长，后面有人跟着我们。别怕，这是在公共租界，日本人不敢乱来。 他们不是日本人，他们是军统的人。你怎么知道？他们是冲着我来的。你得罪了他们？没有。好吧，我去找他们。文豹，带秋沙小姐到外白渡码头等我。 团长，服从命令。是，姐，走吧。那你要小心啊。放心吧。别跟了，差不多了。谢团长，很高兴见到你。 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军统上海站的好手。谢团长，全上海市没有人不知道您的英明。兄弟，赶快把手放下，这是在大街上，你这是害我。谢团长，开玩笑了，我们这是在暗中保护您。谢谢，弟兄们都辛苦了，给我点自由，好吗？好，谢团长，那您请。 还是要跟上去，千万保证谢团长的安全，不能够出任何差错。记住了，这次跟紧点儿，别在那给我甩了。是。顾先生，方参谋长。见到谢团长了吗？见到了。他人呢？哎，我还以为秋莎姐赶在我前头一步把他接到这儿来了呢。秋莎，他跟谢团长在一起吗？是啊。秋莎怎么知道谢团长出来呢？ 老顾同志，现在租界藏了不少日本特务，谢团长一个人出来会不会有危险呀？这倒不会。军统上海站的沈先生一直在暗中保护着谢团长。看报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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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秋莎小姐，别客气，请。谢团长，应该是我给您接风才对，倒让您破费了。哎，别客气。如果不是你帮助我，我真不知道。 怎么走出那座军营？您可真是太客气了，秋莎小姐。军统的人为什么要跟你过不去啊？他们误认为我是汉奸，我都上了军统的黑名单了。你别怕，回头我去替你向他们解释。谢团长，千万别因为我去招惹军统那帮人。为什么？ 我听说，国府有密令，如果他们发现你有投靠日本人的倾向，军统的人会立刻杀了你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和英国领事馆的关系非常的好，请相信我，我有可靠的消息来源。<笑>那我更应该上门问个清楚了。千万别，谢团长，军统那帮人。 他们都是捕风捉影、六亲不认的。秋莎小姐没这么可怕，军统在沦陷区必定代表政府的一个部门，他们还是很讲道理的。我可以把实话告诉你，我这次出来就是来找他们的。你找他们干什么？当然了，这个是军事秘密。
好吧，我又失去了一条新闻线索。谢团长，您别把军统的人说得太好。刚才他们怎么对我，您可都是看见的。秋莎小姐是不是真的做了什么说不清楚的事情呢？没有，绝对没有。那你有什么好怕的呀？ 谢团长，既然您这么相信我，那让我来做你的联络员吧，好不好？你现在已经是我的联络员了，来。哎，组长，别乱叫唤。叫方先生。方先生。 团长呢？别乱叫唤，叫喜先生，臭小子！喜先生跟那个裘莎小姐在上面，在里面不行嘞，300斤毒了，有点儿那个啥子了。别胡说八道，今晚住哪儿？团长定了吗？啊，你去找郭团副，记住，他不露面，你千万不要露面。 另外，他就是露面了，你要看清楚，他后面跟什么人了没有，然后再决定是否带他来见我。去吧。哎，上海真是一座迷人的城市。是啊，如果没有战争。 这一切更显美好。你是说，战争改变了你？那也不尽然。虽然我出身书香门第，即使没有战争，我也不会做一个白衣秀士。难道说，您的理想就是做一个骑马跨枪走天下的职业军人吗？ 那更非我的选择。那我就不知道该把您怎么定位了。不定位归类正合我意，否则要么文人武将，要么商人政客，不越雷池，界限分明。这一辈子呢，只能做一件事情，这不是我的理想。谢团长。 您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呢？啊，随心所欲，自由自在，也不枉来人世走一趟。如此说来，您应该是一个性情中人，这可和坐在我面前的谢团长大不一样。难道我看到的只是浮光掠影？当然了，秋莎小姐。 我也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而已。真不知道，吃完这顿饭之后，我们是否还会再见面？当然能见面啊，你不来找我，我都还要去找你呢。<笑>那可真是太好了，我随时听您的吩咐。好，来。 没什么事，谢云汉这次出来，找机会把他干掉。你说什么？杀死谢云汉，这次是一个极好的机会。啊，既然他已经出来了，杀死他非常简单，但是实在不好意思，我刚刚接到了山本将军的命令，他命我全力配合古多西教授，不能再犹豫了。 我已经撤销了必杀令。
兄弟是上海军站的站长沈鹏举，这位是我的副手郝胜。啊，我们刚才已经认识了。沈站长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参谋长方正堂。你好，沈站长。你好，参谋长，请坐吧。请。请。请。沈站长，这次我们出来是想跟你打听一下秋沙这个人。哦，关于秋沙，我们所了解的，就是他和日本的情报机关来往非常密切，所以我们怀疑他有可能是间谍。有证据吗？目前还没有，我们正在调查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可以告诉你，没有秋沙小姐，我们根本走不出租界军营。同样没有她，我们也不会到您这儿，早就成了日本人的俘虏。他的活动能力很强，尤其是跟英国人的关系非常好。我们团在军营需要跟外面联络，获得消息，这个人是能派上用场的。你们不是有一个卢小慧吗？卢小姐太年轻了一些，秋莎小姐经验丰富，并且她已经实实在在的在帮助我们。既然你们都这么说了，这个秋莎又有积极的表现，我们对她的调查可以换一种方式。不过，我不能停止对她的怀疑。连长，哟。哼，刑满释放了。是连长。身上的伤咋样了？伤口愈合了，可还是疼啊。冯占彪下手这么狠，我们不服。不服？干头黄金，枪毙你俩十次都不为过。你俩知道不？这批黄金是国家的财产，抗战的资本，用来打日本鬼子的。我平时咋教育你俩的？冯占彪打你。我还没打你俩呢，你俩活该，你俩该打。连长，挨打关节病对我们来说都没什么，可我们俩被降了军衔，军饷会少一大截呀。你两个还不知道吧？咱们的谢团长早就答应给大家发军饷了，可到现在还没见上呢。算了算了算了，你两个回去吧。好好养伤，如果再打黄金的主意，保管我秦刚翻脸不认人。是连长。沈站长，兄弟我是个军人，做事情有什么不周的地方，还望你多多包涵。啊，大家都是自己人，想说什么随便。那这样，沈站长。我们谈一谈军饷的事。是这样，我们全团的官兵差不多有半年多没有领军饷了，这对弟兄们的情绪造成了极大的影响，而且愈演愈烈。这在战场上倒没有什么，大家谁也不会计较。可是现在情况不同了，沈站长，你看是不是可以向上面反映一下，把这个问题解决了。当然，这不仅仅是一个军饷的问题，这意味着国家没有忘记我们这些出生入死的军人。是啊，兄弟，我非常理解你们的难处，可是我不分管这件事情了。我知道这件事情本来不应该来找你，可是现在。留在上海的军政机关，你们是我们最可以信赖的。好吧，兄弟，我尽力而为。不过事关重大，我必须向军政部汇报。好，那我们就静候佳音了。
英雄还是难过美人关呢。站长，你看这张照片，谢团长带了警卫员，警卫员还带着武器。不对啊，他们的武器不是都被英国人没收了吗？像谢团长那样的人，弄条枪还不容易吗？郝胜，你连这都看不出来，他们根本没有枪，那是假动作。说实话吧，到底为什么没动手？站长，要抓谢团长，你得给我一书面命令吧。你这是糊弄我呢，还是拿话噎我呢？啊！站长，谢团长护得那么紧，我根本没法动手。你们当着谢团长的面不动手，也还算是明智的。像秋莎这样的女人，怎么对付她都好办。可是换作是谢团长，那就要一万个小心。万一出了什么差错，咱们对上峰可是没法交代。郭副团长来了。吴先生，欢迎。啊，团长。郭团长，回来了。郭团副，按规定的时间，你来迟了，是吗？啊，我多留了个心眼儿，一路上多看了看，我怕有陷阱了。坐吧，郭副团长。情况怎么样？我见到汤长官了。他怎么说？他主要说了黄金的事儿。对黄金的事情，他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指示和安排？有。他说现在战事很乱，还找不到运出去的机会。他指示我们，这批黄金还是由我们团继续秘密保管。啊。那你后来去了哪儿？后来？什么意思？参谋长，你是在审问我吗？你想哪儿去了？我随便问问。团长，明天吃过早饭，我就先回去吧。你看咱们仨都出来了，一大家子人，总得有人盯在那儿啊。这件事情，我跟参谋长商量一下再定。好。好。让他在外边好好玩几天吧。是啊，人家在战场上打得那么辛苦，现在进城的放松放松，一万个应该。说实话，像谢团长这样的人，我还真不相信会为了秋莎这样的一个女人就叛变投敌。不过，如今这世道，哼，人心不古啊。这种事情我见多了。团长，那下一步咱们怎么行动？哼，像谢团长目标这么大的人，他无论走到哪儿都会闹得满城风雨。咱们呀，就静观其变吧。谢云汉交枪的那天起，我就怀疑他有叛国投敌的嫌疑。如果他真想当汉奸的话，他就会把这三吨黄金作为见面礼献给日本人。
种种迹象表明，这次谢云汉出来，一定是他和日本人有什么交易。你这次出来，是一个极好的机会。如果要是坐失良机，你可是凶多吉少了。表哥，你最了解我了。我最恨的就是汉奸。别说他了，如果有一天你当了汉奸的话，我也照样会杀了你。老公，快快快快快坐！你咋才回来？秦刚，我这次出去，接到了上峰的最高指示，马上把分散保管你们连的黄金集中起来。为啥？前方战事吃紧，急需这批黄金，市党部的唐长官留在上海，就是为了保护这批国有资产。现在已经做好了转移的准备。这，老公。团长的脾气你是知道的，没有他的同意，谁也不能动这个黄金啊。秦刚，我必须跟你说实话，谢永汉这次出去，永远回不来了。啊！连长，那个姓郭的一回来进了二连，到现在没出来了。妈的！什么情况？不知道，谁让他们在搞什么？啥？谢团长当了汉奸？这，郭大夫，有没有证据啊？当然有了，替他搞到特别通行证的女人已经查实了，是个日本特务。他这次出去就是想通过这个女人跟日本人接上头。这不可能吧？怎么不可能呢？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，你肯定不知道。说，前几天，谢云汉就在军营秘密会见了一个日本的教授。你想想，他们之间能谈起什么交易呢？郭大夫，你说的这些事情，上峰知道不？当然知道了。外面潜伏的特工组已经接到当局的最高指令，决定密采汉奸谢云汉。只是在军营里面不便动手。我的神呀！这太可怕了吧！什么都不要怕，有我在呢。放心吧，谢永汉这次出去肯定回不来了。你不要再犹豫，抓紧时间动手。好，我马上行动。好。报告，请连长，东西就捉迷号了。好，下去吧。哎，老郭，东西已经备齐了，那其他连咋办？其他连，三连长石长庆早就想造反了，只要你们二连一动，他们都会跟着动起来的。石长庆，你别提他去，我找过他了，他不听话，想自己干呢。是啊。我早就发现了，这家伙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只要发现他对这批黄金有威胁，咱们毫不犹豫的把他也除掉。好，收拾他。哟，那老郭，还有参谋长和乙营长呢。参谋长，参谋长，小眼睛转来转去的，倒挺机灵的。
哼，一营长冯振彪就是谢云汉的一条狗，哼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一旦这汉奸谢云汉被除掉了以后，你想想，他们还能怎么办呢？所以，你们二连率先带个头，其他的兄弟们都会跟着照办的。对。哎，老郭，看来你已经准备好了，想要仗我猛虎团来。 我要主宰猛虎团，秦刚，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。啊，对，高于一切，高于一切。报告，请连长，排长回来了。啥？排长回来了。哎，老郭，老郭。 你不是说外面的特工把谢云汉已经干掉了吗？咱又突然回来了，这不可能！老郭，我问你，你为什么不动手？ 我总觉得他好像一直在盯着我。什么？他在盯着你？你不会是脑子出了问题吧？哼！等到他发现的时候，他早就没命了。可是，还有其他的人也在盯着这黄金。谁？ 前两天，刚刚抓了两个偷黄金的战士，协团长亲自处理的这个事儿，给他们将军衔关了紧闭，每个人打了20军棍。哼，这都是苦肉计，是演戏演给你们看的。我敢断定，那两个偷黄金的人一定是谢云汉的人。 两个偷黄金的人已被拘，按照军法理应枪毙。但是，考虑到团里的特殊处境，还有这两人曾在战场上立过战功，念其初犯，团里作出如下的处分：各打20军棍，关禁闭半个月。如果按照你的分析这么肯定的话， 表哥，那我下一步该怎么做呢？刻不容缓，马上行动。好，我向你交一个实底吧。我已经接到了国府绝密的指示，前线急需那批黄金，让我们想办法马上把它运出去。你马上回去，把那批黄金集中起来。好，我现在就回去。可是。 谢云汉把这黄金看得比他亲娘老子还重，没有他的命令，谁都不能动。我可以向你保证，谢云汉他回不去了。你马上回去，放手去干，剩下的事交给我。表哥，你要亲自动手啊？这个你就不要管了。 肯定出现意外了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个情况，市场经理人最近老在俺们二连门口转来转去的，不会是他们提前预谋好了集体下的套吧？完全有这个可能。老郭，咱们下一步咋办？ 报告，进来。团长，你出去的时候有人动了那批黄金。什么？有人动了那批黄金。谁？二连的人。现在是什么状况？现在已经被集中起来了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去吧。是。
报告。报告连长，团长有请果条夫。老公，团长回来了，刚到。军统上海站都去过了吧？军饷的事落实了吧？那么一大笔钱不太好办啊，但是军统已经答应我们，把情况报上去了。这太好了。还有什么其他的好消息没有？有人怀疑，帮我们搞通行证的秋沙是日本特务，我心里没底，让军统的人帮我们去了解了。那军统那边怎么说呢？他们答应我，帮我们调查。哦，团长，说句心里话，这个叫秋沙的女人，我觉得来路很可疑。我建议你以后尽量的不要跟她来往。谢谢你的建议。不管是男汉奸还是女汉奸，一旦证据确凿，他就死定了。团长，我这个人喜欢直来直去，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。好。你跟汤三悟是怎么认识的？我在龙华司令部任职的时候，他曾经是我的上司。你来猛虎团跟他没有什么关系吗？谢团长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正面回答我的问题。好，我正面回答你的问题，我们之间一点关系都没有，这纯属是军政部的安排。老郭，我很珍惜我们之间的情谊，所以我想给你个忠告，以后不要再跟这个人来往了。那团长是不是发现了什么问题啊？现在还没有，一旦发现我会第一时间告诉你。不过如果上了军统的锄奸名单，那可就麻烦了。好，谢谢你的忠告，谢谢。还有什么事吗？你觉得那批黄金是分散保管还是集中保管好呢？这批黄金啊，我听你的指示，你说怎么办那咱们就怎么办。那还是分散保管吧，不过我要进行检查。检查什么时候？是现在吗？你紧张什么？我紧张什么呀？我又没有偷黄金，我紧张什么啊？哎，团长，到底什么时候检查？老郭呀，不是现在，明天。没有问题吧？没有，没有问题，没问题。那我现在就去通知各连，好吗？好，你去。哦，对了，团长，你对我的忠告，我非常感谢。客气。哎，小四川回来了，上海看的怎么样？哦，上海啊，哎，上海太漂亮了。
哎，来，你坐，我跟你说哈，团长带我去看电影的。哎，什么电影？啥子？哦，是那个外国的电影。哎，外国的什么电影？外国？我想一下，那就是那个……啊，对了，那个梁山伯与那个祝英。梁山伯与祝英台。啊，对，那中国电影。啊，那是中国的啊。啊，都错了，肯定不是这个电影，是那个刘郎和那个织女，那也是中国人。哦，这也是中国的啊。啊，那都不是，肯定都不是，咋了？跟你说了，反正肯定是外国的。那是两个黄头发的，哎，那个电影啊太好看了，我跟你说哈，一个男的，一个女的，哎，他们都是这个样子，这个样子，啊，这什么意思？啊，你不晓得啊？哎呦嘞，我们四川话就是那个啃兔儿脑壳。啊，你也不懂啊？嘴儿啃嘴儿。哦，你晓得了。老郭，咋样了？明天谢云汉要全面检查黄金的保管情况。明天？对。不要紧，明天还早。我现在马上让手下人把集中起来的黄金重新发下去，不就完了吗？没那么简单。其实谢云汉是故意卖了一个破绽。你想啊，他为什么今天不检查，偏偏放到明天呢？现在故意折腾我们，好从中抓到更多的把柄，然后把咱们往死里整。哎呀，那咋办呀？青刚，为了保护国家的这批资产，现在只有背水一战。你想干啥？带上这个，关键时刻也许会帮到你。哎，你不要乱动！哪里来的？这是那个团长在上海给我买的。哎呦嘞，我跟你说，我不想要，那个团长非那个古道的我买，我没得办法了，只好收下了。我给你吹个曲子，你听一下哈，我就给你吹那个电影里边的，你听好了哈。吹。好听哈。那印在你那宽阔的胸膛，你的梦。
去练出最强硬的钢，铁在烧，映红了天边最美的晚霞，铁在烧。晚霞，铁在烧。